笑得明白。笑得明白。公子啊，我这里有一只从西域捕到的鸟，精通人语，不知公子您是否喜欢呢？哦，快拿上来。天下第一鸟了，我的鸟要赢了！不知哪儿还有好鸟呢？咦，有了！来人！哎，吃了睡，睡了吃。小和尚，我家少爷有请。我为啥要去？小和尚，李公子要请你和你这只鸟朋友到府上去坐一坐。请我去有好吃的吗？有的话我倒是可以考虑。瞧您说的，这李府里面什么好吃的没有啊？不管是瓜果鲜蔬还是山珍海味，包您吃个够。带我去，快走。你出去，师父又要说你啦。那师父给他带点好吃的，我想也不会生气了。少爷，这就是小和尚和他的嘉陵鸟。这是你的鸟？请。嘉陵鸟，乖乖，叫两句，叫两句，来来，叫两句，叫两句。哎呀，你！好大的胆子，给我下来！鸟儿们，你们都是被抓来的吗？我们会想办法的，大家坚持住。小和尚，要是你三日之内找不到全世界最好的鸟送过来，我就把你的嘉陵鸟变成烤小鸟。水果，水果。好了，小和尚，怎么办呀？那些被李公子关押起来的鸟该怎么办？不泄气，不放弃，有勇气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在干什么呀？给欢欢洗澡啊。你为什么要给鹅洗澡啊？因为他们在泥塘里啄水草，弄得很脏。可是你给他们洗完了，他们马上还要脏，何必要洗呢？那你饿了吃，吃了还要饿。有办法了。咦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小和尚，大家配合一下，你到他上面去。不用啊，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啊？别动、不错不错，相当不错。请，要尽兴啊！天下第一鸟到。天下第一鸟。你得瞧瞧。
小和尚，你说笼子里是天下第一的鸟儿，此话当真？嘿嘿嘿，我这笼子里可是鸟中的皇帝。见到了鸟中的皇帝，你们还不下跪？这真的是鸟皇帝？对鸟皇帝不得无礼。那鸟皇帝能不能给大伙儿唱一曲呢？鸟皇帝让你唱一句，他再唱一句。大家说我唱的怎么样啊？公子和鸟皇帝的合唱好像仙乐一般，真是好听啊，小的真想再听一遍。不知鸟皇帝还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啊？嘿嘿，有啊，你看。别墨迹了，快救小鸟啊。耍我，小和尚，你耍我是吧？小失误，小失误。昨天我让嘉玲去森林了，想不到她叫来这么多鸟啊。小皇帝，让我进来躲躲吧！不对，快救救欢欢！公子，小的又弄来一只明雀。滚开，拿走，我再也不想看到这只鸟了。欢欢，好样的，我把你还给你主人去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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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呢？我的功劳呢？你不能就这样啊。叫个不停。虚荣乃虚伪的产物，骗了他人，也骗了自己。